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凤凰大视野。1950年7月15号，在朝鲜内战爆发20天后，人民日报社记者李庄带领一支3人国际记者团奔赴朝鲜战场展开采访报道。李庄由此成为朝鲜内战爆发后中国首批入朝采访的战地记者。此后，随着朝鲜战争的深入，志愿军入朝，一批随军记者和专业媒体记者先后进入朝鲜战场。他们深入前线后方，甚至随军参与战斗，以自己的亲身体验观察思考，记录下这场二战结束后最大规模的国际战争。从这些报道中，国内民众得以了解这场战争，中国新闻界也向世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张照片就是我父亲第一次到朝鲜去做战地采访前在北京拍的，全家福，父亲母亲抱着我姐姐和我，这张照片呢就是我父亲带在身上去的朝鲜战场。确实没多远哈。这就是李庄的家。现在你看，所以我就说根本没法来，现在正在装修。2018年呢，是他诞辰100周年。这本借记把它名为《山河笔》。这里头呢，我是把我父亲所有的朝鲜战地的新闻作品全部归集起来，就有这样厚厚的一本。在父亲李庄的新闻生涯中，朝鲜战争是最重要的一笔。在父亲李庄的人生历程中，朝鲜战争也是最重要的一段。朝鲜战争也是这个家庭非常重要的精神记忆。拍下这张全家福的时候，李庄32岁，夫人赵佩兰27岁，大女儿2岁半，儿子1岁零2个月，小女儿李东东尚未出生。可以认为就是说是我们家当时的一张全家福啊，如果我爸爸要牺牲了回不来了，这就是我们家唯一的纪念啊，可以这样说。1950年6月26日夜晚，在人民日报值夜班的编委李庄突然接到一条惊人的消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警备队于25日遭到南朝鲜国防军的意外进攻后，迅即击溃敌人进攻，转入了反攻。身兼总编室副主任和记者部主任的李庄敏锐意识到了这条新闻的重要性。他临时调整版面，用最醒目的标题披露这条消息。第二天，报纸头版头条披露，朝鲜的全面内战爆发了。朝鲜内战的爆发震惊世界，迅速登上世界各国报纸新闻头条。出于对新闻价值的职业判断，人民日报社长范长江、总编辑邓拓决定对前线派出记者到实地了解情况，已获得独家消息，李庄被选定为赴朝人选。大概在7月上旬，时任人民日报社长范长江同志对我父亲说，从种种迹象判断，朝鲜战事很难像设想的那样迅速结束。法国人道报准备派马尼安，工人日报准备派魏宁顿去朝鲜采访，我们也要派人去，中央决定派你去，你们组成一个国际记者团一起去，3人为重，你当团长。我父亲呢，他是看书看的比较多，肚子里可能起码是中文的那个底蕴好，自己又喜欢文字工作，又一直从事新闻采访工作，
所以他就是算《人民日报》的一个笔杆子吧。李庄是伴随着《人民日报》创建而成长起来的记者，他先期在中共太行革命根据地从事编辑记者工作，抗战结束后先后参加了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和华北《人民日报》的创办，是这两份报纸的主力记者之一。由于文风扎实严谨，写作速度快，李庄在太行根据地时代就是报社出了名的一支笔。在太行山的时候，很多稿件要送到邓小平去审阅审改，都是让他去。邓小平审改当时改就是一个人不用跑两趟，当时就可以改定。就是他又是算是能写的，又是手快的。有些记者写东西啊是比较精雕细刻的，可能要打磨一些时间吧，啊，但是派到战地的记者，就是你要迅速的把国内读者想要了解的情况得迅速的发回来，就容不得你像作家那样打磨很长时间，或者将来带回国内发表。这是新闻的本质决定的。派赴朝鲜战地采访，担任人民日报社长的范成江找李庄征求意见，李庄当即答应了下来。长江从我的办公室走后，我才来得及把此事的方方面面回味一番。按照参加革命后个人的经历和体会的习惯做法，接受工作任务，特别是接受这一类具有火药味的任务，是从不讲价钱的。通常是接受任务以后，再来仔细思考怎样完成任务。李庄事后回忆说，父亲回忆说，这次接受的任务有几个第一。第一次出国采访，对友邻国家的国情民情都不了解，对美军的一切更加无知。第一次跟外国记者共事，第一次远离直接领导，独立执行任务。我下定决心，努力工作，谨言慎行，绝对不辜负领导的信任。李庄后来回忆说，对于这次采访任务，他心中并不十分有底。妻子赵培兰听到李庄入朝的消息，虽然很担心他的安全，但还是支持他去。母亲用革命的乐观主义和同志式的祝福为父亲李庄送行。直到两个月后，父亲李庄再次奔赴抗美援朝战场，母亲的情感才有了表露。我爸爸12月份这个就去抗美援朝战场的时候，他就已经怀我了，啊，那么你可想，一个怀孕的这个女干部，她多么希望丈夫，是吧，能够时刻陪在身边，啊，但是面对组织交付的任务，她讲了吧，我也是共产党员，啊，她没有什么可说的，那就自己照顾好家庭，带好孩子，让丈夫在前线安心采访吧。妻子提议照一张全家福，我明白她的意思。全家福其实只有四个，两个大人之外，就是2岁多的女儿，1岁多的儿子。在朝鲜的几次遭遇，险些使这张照片成为最后的纪念。李炳华与李东东兄妹回忆说，父亲与母亲尽管同在人民日报工作，但夫妻二人的工作两相颠倒，母亲上白班，父亲上夜班，父亲常常凌晨下班回家，休息到下午再上班，因此一家人很难聚在一起。在李炳华的记忆中，小时候父亲难得有时间陪他们兄妹出去玩，每每盼到这种机会，三个孩子都会早早穿好衣服，从早晨一直等到中午，带上夜班的父亲醒来后，一家人一起去公园。
梅扎胡同，李炳花童年成长的地方，这里距离人民日报社步行不过十分钟时间。幼年的李炳花兄妹常常往来两地玩耍。父亲第一次赴朝鲜时，李炳花只有1岁2个月，对此懵懂无知。直到2006年父亲去世后，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他们兄妹才从父亲办公桌抽屉中发现了他写下的日记。这些日记记录了父亲第二次、第三次赴朝鲜采访的经历。数一数嘛，一共72篇，33000字吧，是用钢笔写在活页纸上的。发现的时候纸张的颜色已经泛黄了。那么日记呢，绝大多数是一日一记，间货呢也有数日一记。那么内容呢有详有略啊，短的仅仅一行，长的呢有的达到2-3页。那么这批日记呢反映了抗美援朝战场的情境。李炳华说，父亲之前几乎没有记日记的习惯，他的日记就是从第二次入朝采访开始。这个习惯的改变正是源于第一次入朝采访的经历。1950年7月15日，李庄同两位国际同行正式从北京出发前往朝鲜。出发前，社长范长江反复叮嘱当记者要尽量潜身，千方百计取得第一手资料。我车在长白山余脉的峡谷中向南行驶，沿途景物异常秀丽，山上长满伞状的小松树，灿烂的野花点缀在各种草木的苍翠中，山坡上种着谷子、豆类和玉蜀黍，玉蜀黍已经吐穗了。峡谷的开旷处有许多苹果园，苹果累累枝头已成粉黄之色。有时候火车进入盆地，立刻出现了一望无垠的稻田，什么都是绿色的，只有蜿蜒的小溪和镜子一样的池塘闪着灰白色的光。农妇们穿着白色的衣服，戴着白色的头巾，3-3、2-2地在稻田中工作，好像海鸥飞翔在碧波万顷的海中。在发回的第一篇报道《美丽的河山，勇敢的人民》一文中，李庄这样描写。然而等火车从新义州驶进平壤，又是另一番光景。李庄抵达平壤之时，战争已经进行近1月，朝鲜人民军尽管取得了一些胜利，攻占了汉城、大田等城市，但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在美国空军的轰炸下，平壤已经面目全非。事后统计，在仅有40多万人口的平壤，美军投下了42.6万枚炸弹，战争的残酷令人惊心。那么他的这个轰炸就不是针对于贫民区，而是对你整个交通设施，包括铁路线、铁路枢纽、吊车厂，包括仓库之类。所以他肯定，因为当时精确制导还几乎是没有的，所以都是靠面积轰炸，就是我整个对这个地区一起炸，来确保我要炸的这个目标把它摧毁掉。朝鲜战争研究者周明说，相比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中美国空军更多的是用战术轰炸。第一波飞机真正开始轰炸，它不是投篮的，它投的是爆破弹。为什么呢？它要把你房子炸破，炸出很多洞，等一会儿燃烧起来可以穿风，可以透气，可以让火烧得更旺。然后第二波才是真正主攻全部燃烧弹。那么这样的话，最后它会形成一个我们就是专业术语叫火焰风暴，就整个地区烧起来以后气温很高，那么周边的空气是冷的，它会向热的空气这里旋转移动过来，就形成一个气旋，就像龙卷风一样的。火借风势，风借火势，就火越来越大，这个地方这个龙卷风就越来越厉害，整个一片火海。
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从未感到敌人飞机有多大威胁。山区、游击战、战场广、夜间行动多，我们从来没有把敌机放在眼里。朝鲜不同，一个狭长半岛，丰腰部平壤到元山只有200多公里，对手是空军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朝鲜空军将士虽然英勇，但兵力单薄。在第二次入朝采访时写下的日记中，李庄真实记录了在美军空袭下写稿的情景。我父亲的日记里写道，父亲在写作的时候，耳畔响着炮声，头上盘旋着侦察机，又打又炸，雪花飞舞，清冷的雪片啊落在手上、脸上、稿纸上，手常常被冻木了，不是写，而是画。这样的写稿啊，对父亲来说是第一次。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啊，他是第一次去采访呢，对朝鲜战争的那种，残酷啊、艰险呀、啊、困苦啊，可能有了比较新的、深刻的认识。那会儿当时讲嘛，就是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嘛，是吧？跟国内的战争好像环境又不一样，所以对这个战争的，可能有新的、比较更深的认识。天空阴沉，飞机肆无忌惮地向下俯冲，投下火箭炮弹，红色的火球从空中飞下，接着是震耳的爆炸声。这两架飞机进行波浪式的攻击，前后达20分钟。我一边痛苦地看着，一边咬牙切齿地想，这是个什么世界？美国离朝鲜5000里，朝鲜的农民生活在自己的小木屋中，自耕自食，碍你美国人什么事情？你们为什么到朝鲜来，飘在空中随心所欲地杀戮朝鲜人呢？在1951年1月14日的日记中，李庄这样写道：他亲历的种种的艰难，还有就是他对祖国、对亲人的眷恋，有些是可以写在反映在通讯作品里的，但是有些自己内心深处的啊一些想法和一些思念就不宜作为新闻作品写出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呢，日记就更加反映了他的当时真实的一些思想活动吧和感情活动。我怀着一颗悲壮惜别的复杂的心情向我们的首都告别，我在汽笛声作车已徐行的时候，看见佩兰眼睛上一层明晰的泪光。我在《美丽的河山，勇敢的人民》一文中曾经写过朝鲜母亲及妻子的泪光，这种泪光在北京又看到了。为了正义的战争，朝鲜的母亲们献出了自己的儿子。可以想到，在不久的将来，当战士们凯旋回乡的时候，这些朝鲜的母亲们又会破涕为笑。在我凯旋的时候，裴兰也会破涕为笑吧。李庄一行抵达朝鲜后，朝鲜方面特意给三位外国记者配了采访汽车，并派人陪同协助拍摄。这几辆采访车招来了美国飞机的轰炸。在元山采访完毕返回平壤途中，以及在平壤前往汉城的途中，他们两次遭到空袭。第一次因为跳车及时，只损失了一辆汽车，人员没有伤亡。第二次在飞机俯冲而下时，几人跳车逃生，炸弹在附近爆炸。经此惊险抵达汉城后，两位国际同行马尼安和魏宁顿
决定在后方采访后寄回中国。李庄记着范长江的嘱咐，决定继续深入前线，前往东线洛东江流域的大邱主战场采访。这是李庄老先生的两封来信，这一封第一封呢是，这是2000年12月，刊出的我们李庄那个文章的里边内容一个，他写作的时间呢是2001年3月28日。20年前，因为一次新闻业务上的往来，孔祥珂结识了李庄。当时的李庄已经从《人民日报》总编辑的任上退了下来。李庄不仅回信同这位新闻后辈坦诚交流业务，还接受他的专访。因为这次采访，孔祥珂介入了对李庄的研究。1950年8月，冒着敌军飞机的轰炸，李庄历经波折，来到战线最前端大邱城外的朝鲜人民军南进兵团东线指挥部，这里已在北纬36度线以南。李庄由此成为整个朝鲜战争中抵达战线最南端的中国记者。前线指挥部位于在大邱外围一山村中，青松遮掩，几户人家，不远处炮火连天，这里却出人意料的静谧。原来司令部尽量前身，这里已在敌人火力封锁区的死角内。在这里，李庄见到了老战友，人民军南进兵团东线指挥部最高指挥官武廷将军。武廷这个同志呢，是我们八路军的炮兵团的团长，在太行山的时候，他和李庄就认识。再次在前线遇到了武廷，当然格外亲切。包括像郑履成啊，包括武廷啊，都是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就都认识了。以后新中国建国，有不少人就回到朝鲜去了，然后又都有的是，当然朝鲜的劳动党啊、人民军的，都很高层的那样的。嗯，他去又能见到，也是一种重逢的喜悦吧。李庄向老战友说明了这次采访的来意，武廷婉劝他不要再深入了。当时的朝鲜人民军南下兵团尽管势如破竹，把美韩联军近10万人压缩在朝鲜东南一隅狭小的战场内，但是战事已陷入僵持。那整个大田之后的形势，就是说等于是把联合国军已经压缩到朝鲜半岛最南部的这么一小块地方，可以说整个朝鲜半岛90%都已经被人民军控制了，但是他已经到了强弩之末的地步了。武廷说，现在人民军的装备超过了当年的八路军，但是和美军相比就差得很远了。以我们现有的兵力火力，歼灭敌人严防坚守的大兵团不容易。人民军总司令要求前线部队加紧进攻，争取在8·15解放朝鲜全境。这个命令看上去很难完成。朝鲜北方这最高统帅呢，他一再的下令催促拿下大邱，把敌人赶到海上去，要在8·15之前把敌人赶到海上去。为什么8·15呢？8·15是朝鲜的光复日，要在8·15之前把敌人赶到海上去，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前线的将领永不能不执行。李庄听出武廷的介绍和上级的要求不一致，看着武廷司令的焦急神情，看看那几个苏联顾问沮丧的面孔，我蓦然感觉来的不是时候。但他还是要求亲眼看看前线的情景。武廷婉拒了老战友的要求，他说只能到师指挥所，不要到前沿去了。现在是相峙形势，记者
不要无限制前身，没有什么意义。在前线师指挥所，李庄和人民军李英浩师长一起登上一座1100米的高山，查看前沿阵地。满目青翠，林木遮天，敌机擦着头皮穿梭飞过。用8倍望远镜观察大丘，几处高楼历历在目，可惜可望而不能取。人民军的进攻已被美军完全压制。有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经历的李庄，通过自己的观察，再加上与前线指挥部几个会说汉语的参谋谈论，李庄得到一个强烈印象：以东线人民军综合战力来看，釜山大丘绝难打下，双方形成僵持状态，如此拼消耗对朝鲜很不利，而且顿兵兼程乃兵家大忌。李庄后来说，这种一孔之见当然不能行之笔墨，更不能在朋友面前班门弄斧，只能作为个人采访过程中思考的问题。我觉得他们那一代经历过战争的，经历过很丰富的斗争的这一代人呢，我觉得他们都是有自己的思考的。中国的知识界嘛，很多作家，很多老记者，都讲过，也成为一个他们为人行事的一个信条了。我父亲也多次说过这个话，就算有的真话不合时宜不能说，但是别说假话，别说违心的话，别说明知不对的话。在武廷的劝说下，李庄不得已返回了平壤。9月5日，他回到中国。就在李庄回国的同时，朝鲜战场的局势发生了重大转变。9月15日，美军第10军在朝鲜中部丰腰地带西岸的仁川登陆，将朝鲜战场一截两断，对朝鲜人民军南进兵团实施了战役合围。29日，攻占汉城，向北大举进犯，并攻占平壤。10月7日，联合国军越过38线，战火烧到了鸭绿江。从大邱前线回来后，李庄重新回到战场后方采访。他深入城市乡村，对战争给朝鲜人民带来的破坏，以及战争下朝鲜人民的生活和反抗，做了全景式记录。在这些报道中，对战争的厌恶和批判，对朝鲜人民反战的同情与赞美流露其中。此次入朝，李庄共写了15篇通讯报道。这一系列报道在国内连续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人民日报社社长范长江和总编辑邓拓给予了很高评价，称赞其对朝鲜战争的报道具有巨大的世界意义。1950年11月，这些报道结集出版，取名为《朝鲜目击记》。直到今天，这本小册子依然是朝鲜内战期间中国记者留下来的重要新闻记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凤凰大视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接下来为您播出华润凤凰焦点关注。